人生的箭头，听起来很深奥，我知道。当我们人生当中发生一些开心的事情、不开心的事情，不开心的时候，箭头是往下的，对吧？开心的时候，箭头是往上的，是吧？但如果你有一个乐观的态度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好，永远都是往上，好，永远都是往上。其实你把它转过来，它还是往上，转过来还是往上，多治愈啊！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，就在家里玩这个。这个呢，完全是一个。Yes.